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目前呢所在位置呢是在嘉义的中央喷水池啊。今天晚上呢是农历的八月初一，农历民俗月已经过去了。那么在今天呢，有一些御驾未归的好兄弟们，今天就是嘉义城隍夜巡的日子，把这些没有好好回家的一些好兄弟，赶快劝导他们回家。那么在今天，这也成为了在嘉义市一场非常盛大的嘉年华会。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整个嘉义的喷水池非常热闹，而且这里呢还上演了城市的全台首创城市的热气球升空秀，同时呢还伴随着非常精彩的烟火。稍早之前呢活动非常多，因为呢还请到了就是来自台东的韩丹爷呢也特地的来助阵啊，从今天的白天一直到黑夜里不断的炸韩丹啊。炸韩丹呢其实也是驱邪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，而且呢其实韩丹爷啊是五财神，所以呢会越炸越旺的。这是来自台东的韩丹爷。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来自澎湖的武教呢，其实在今天也特别来到了嘉义来助阵啊，这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声光效果秀啊。那其实呢在今天我们也知道要应景嘛，所以呢嘉义城隍庙还特别呢举办了是人模鬼样的一个扮装比赛啊。这个扮装呢神鬼魅影，很多小朋友呢都扮成了一个那个好鬼鬼怪怪的，非常可爱。所以呢今天晚上在嘉义是个不夜城，整个晚上呢都会有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些这个宗教的嘉年华会了。这是我们在现场掌握的最新状况热闹的情景，我们把现场交还给棚内主播。